对，什么时候休假啊？3号才有休的啊。哦，3号才有休。对呀、啊，要上班5天。今天工作有没有在湾区啊？今天还好啦，还好。算是有点数的区域啦。啊，这边点数均标2300，均交2300，哇，那好像不错。对啊，这样就有2300块。2300块啊，你可以打到2300啊。啊，竞标一般都会达到啊，因为它是算平均，就是好几个人打出来成绩平均下来那如果达不到，就除非是天气问题啊，还是一些其他因素啊。对呀、啊，就你有认真在上班，没跑去。偷懒摸鱼的话，都会达标啊。你们公司有偷懒摸鱼的吗？有啊，有人上班还是会偷懒摸鱼。是，那个他就少赚钱了。对啊，那这样子没有达标，成绩就不好啊，他的区域就会越排越烂啊。不然不认真上班的，他给他排好区域，人家会被靠腰啊。对啊，其他认真上班的，都没得打。对啊，就每个人都嘛喜欢打好区域啊，就是看你打的成绩好不好。因为你达标之后就是得到6分嘛，啊，你达到超标就往上加，超过越多点分数就越高啊，就从6分一直加最高9分啊，然后一个礼拜平均下来，你会排在第几名啊？我们还有排名次，还有排名次，对啊，我大概排在30。好，你们公司几个人啊？公司64个啊，哇，那你排在中间，对是呀，啊，那不错，你们公司也是认真上班的也是很多了，对呀。对呀。诶，之前有个手机游戏叫《剑与远征》，你有玩过吗？没有。没有。方式型游戏。那现在出第二代。对啊，哦。我上次用手机下载《火炬之关》，他就说我的手机不能玩。对啊，火炬之光，火我炬都之用光，电脑在玩。对啊。所以其实你电脑的等级不错，你电脑等级不错。对啊，因为我之前玩那个《魔灵召唤》第二代嘛，手机可以玩，但是我用老婆电脑下载，
老婆的电脑不能玩，可能就太旧了吧。没有哦，他那一台电脑也是上一年才买的。对啊，一般电脑都可以玩啊，怎么不能玩？哦，电脑一定跑得比手机快啊。是笔记型电脑，笔记型电脑。对啊，因为老婆要携带方便，携带方便。对啊，那有时候。不然你就下载那个手机模拟器啊。手机模拟器。因为有些手机游戏它没有出电脑版啊，就只能用模拟器玩。机模拟器，哎，那个剑与远征啊，第二代叫旅程，那个剑就是刀剑的剑，与远征就是去远的地方征战。对啊，这一款应该很有名啊，应该很有名啊。那时候第一代我也是玩了一段时间啊。对啊，该抽的角色都抽到了，然后就在网上，就是它这一款游戏的特征就是你不氪金之后就是要靠时间慢慢爬上去哦。对啊，反正现在很多游戏我都是一口气先把它送的那个资源抽抽玩玩，然后其他就玩到一个瓶颈了，大部分主要角色也都抽到了，那就停了。因为在网上去只是把那些角色升到更高等级啊，什么传说啊、史诗啊，就反正五星全满啊，然后再升上去就是红色的星，然后紫色的星，然后再彩虹的星，哎，升到没完没了。对，对啊，就前面反正它的特效大致上就是一样嘛，在网上升氪下也是那样，对呀、啊。我要看那些氪金啊，那都很夸张的。他刚刚带大姨去沃尔玛买菜。嗯，那边可以自己煮。他那边，照道理来说是不能哦，是不能的。简单的是可以自己煮的，但是其实是不行煮的了。他说儿子小宝买了一台跑车，新车，33,000美金，那保险不贵，税金也很高。买个跑车，我说屋子都33,000都可以当屋子投几款呢？33,000美金呢、欸？那么屋子没买，先买车。那可能是贷款啊。哦，贷款。大概吧。先把车子买到再说，想走谁知道。还好，然后这样子开个3年，应该还有一半的价钱。还有一半的价钱。嗯。
哎，现在美国车子都很有问题，新车哦，对啊，新闻都有在报，一些 YouTube 的新闻不敢报，因为新闻被车行给压下去了。然后，但是呢，那个 YouTube 那些车主评论家都有在报，对。哦，就每个厂牌都有。某一些，但是呢，大致的方向是，都是有问题。因为要怎么说？就举例吧，我最近看那个露营车啊，RV 界，它就是那个大车厂把小车厂，就大虾米吃小虾米，就是把大车厂把小车厂吃掉之后嘞，然后疫情之后，他们用很便宜的价格去建造那些，然后请的工人也都是便宜没训练过。就会全部都出问题。所以那些汽车评论家都说，千万不要买，疫情就是，他说20年可能还可以买，因为20年是。疫情刚开始，那个19年的时候，那个还是19年的那个工人做的，但是呢，2021、2022、2023，甚至24年的那一些都是有问题，那个。像身边的例子，有那个老伟力的同事，刚买一台2024年的车，开了第3个月之后，引擎整个换掉，还是买名上的哦。你上日产的车其实花的底是不错的，但整个引擎报废了。他说3个月后那个引擎就震动，然后震动就整个报废掉了。你看，全新的哦，2024年的车了，很夸张。这么夸张？对呀。身边的人，我身边也有2个同事，也是新车，2023年跟2022年，全部引擎灯都亮，然后，当然这些新闻，车厂都会把它压下来，不让它报道。因为电视台要收他们广告费啊，你报了他们就不去下广告。还有啊，汽车应该都有3年保固啊。对啊，那个 RV 就只有1年保固，他1年保固之后，保修期过了之后，问题都出来了，厨房柜掉出来，洗衣机掉出来，热水器不会运作，那瓦斯漏气，水管漏水，
那全部的那个品质都是很糟糕的。然后搞到呢，他们都车主气得要退钱，然后不退，然后找律师去告。他告我不赔，我不帮你维修了。对车啊，厂也不怕告。你要告他上法院，不又不知道要花多久时间，他车子又没修，又不能用。最近新闻有看到一个那个铂金包，不是也被告？铂金包，对啊，那个是就是那个名牌包包啊，那个人家就去告说那个要买这个铂金包，你还要另外花钱，买了2、3万块的那个用不到的那个什么马克杯啦、领带啊、皮带啊，才可以买铂金包。给他们业务员卖铂金包是没抽成的啊，这种铂金包又是限量的啊，所以那个业务员就会要求顾客先买其他一些垃圾啊，然后才会拿铂金包出来卖啊。是，对啊，所以那个就有2个人去提告啊。就是说那个好像是告他垄断，垄断。那个公司也知道啊，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公司铂金包没有给业务抽成，所以也是默许他们这种行为。就是为了赚钱。对啊，还有名牌包包就算是奢侈品啊。那你有火炬之光，你是什么用电脑下载去玩的？我就下载电脑版的在玩，没玩到休假的时候玩，下大载概是？都玩到70级、80级。那已经快到顶了嘛。就越后面越难点啊，好像最高是99我最高99。啊。通常练到80级之后，就一直重复打怪物，就一直提升装备啊。打的地图都差不多啊，只是怪物变强了。因为他后面不是什么氪1、氪2、氪3，对啊。对啊，那个就一直氪上去，怪物就一直变强啊，你装备不强就打不动了。那你现在70、80，那现在伤害是什么？破亿哦，对，我看文章都破亿啊，这几亿的。没有啊，我玩的只有到几千万而已啊，我才打到氪7哦。客气。对啊，就1到7呀，打完那个万界之王。那个我看他们什么快速刷图，看他们角色都是用冲的去刷，就好像就是练不到什么技能，像
野蛮人就是什么叫火车头，火车头就是一直狂冲，然后一张地图大概几十秒就刷完。对啊，他们是先，因为他们都是范围技能，所以大部分地图怪物都会被打死。他们就是先冲到尾巴哦，然后再用回程回去之后再重新继续，再从头捡过来这样，所以比打一打也要捡，打一打也要捡快啊。打打又要捡，他那不是自动捡的吗？哦，啊，那个自动捡的好像是还要另外买那个月票。哦，才会自动捡。如果你只是用那个内建的自动捡，就有些东西就不会捡了，好像装备就不会捡了，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锅好像也不会捡。不会，他只会捡那个地标啊，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而那个自动捡的，好像就是要花钱买月票。哦，你没花钱啊？没有啊。我只有休假在玩，玩玩就好。对啊，因为那个玩起来跟暗黑破坏神也差不多啊。嗯。而且他那个装备比那个暗黑破坏神还复杂。是，那暗黑破坏神装备还是固定的啊，那他的装备就是那种那个传奇装备还不是最强，最强的要自己做。哦，你就是那一个装备有很多磁条啊，一个装备好像六个还七个磁条，嗯，哦啊，你要一直去洗磁条，洗到你要的磁条，嗯，那，啊，洗到你要的磁条，你要给磁条升阶，我给磁条升阶，对了。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刷材料啊，然后那个装备有限制，那个洗的次数啊，跟那个升阶的次数啊，啊你做装备做坏，你要从头再做，嗯，因为他那个升阶还有几率的啊。哦，就升阶失败，你就会没有办法升到最高级啊，这样就算做失败了，啊，嗯，要再去打卡，要再重做一次，然后很浪费时间。反正就消磨时间嘛，啊。对。那子林有没有看打游戏啊？都不讲话，可能都懒得讲。没有啊，他喜欢那个追剧，看那个看小说。他喜欢逛那个虾皮啊，淘宝啊。虾皮淘宝。
对啊，我喜欢买东西啊，哦，会花很多时间在比价。看一看啊，然后放到购物车啊，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好像有用，又好像用不到。嗯。现在应该什么都不缺啦，你来看，该想买的应该都买了。对啊，大部分就是买衣服啦，跟买零食啦。哎，买零食比去那个店面买的便宜啊。嗯。是哦，比店面买的便宜。对啊，我们买那个洋芋片啊，三店一小包就卖三四十块。啊，如果是买那个虾皮的，它是一大包一公斤的，一公斤的好像换算下来就比较便宜了。那这样谁要去店面买？店面买就是方便啊，你想吃就直接买啊，你买虾皮就是。你要等个三天，东西才会到。所以各有优缺点。对。嗯。啊，最近有没有跟老妈联络啊？有啊，她就会传照片啊。说他记忆力都不好了、啊，都忘记这个是谁的啦、啊。记忆力，对啊，大姨也是说脑筋越来越差。他说，然后其实年轻跟年老那个脑筋真的不一样，因为他七十了嘛，七十。他拿那个老照片，不要说他不知道是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他说：“哎、欸，在你旁边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大统啊？”我说：“这不是大统吧？大统不是去美国才认识的。啊”按这个照片是在那个东港照的啊。东，我说我也不知道旁边这个年轻人是谁。哦，哎，那老了就是靠回忆过的。对呀。就是看看照片。在这儿看那个饭菜有没有煮饭菜？很少啦。我上次休假，那个朋友有送一只鸡给我们啊，就整只鸡呀、啊，整只鸡、啊。然后就把它退冰啦、啊，然后。先把它分块啊！哦，冷冻的。对啊，冷冻整只鸡啊。哦。我就把它退冰之后，把它分块嘛，
分大块啊，就是鸡腿啊、鸡翅啊、鸡胸肉啊，啊剩下那个鸡骨架、鸡头、鸡脚就把它丢掉了。哦，不然那个太占冰箱空间了。啊，分块之后就煮了两只鸡腿啊。啊，鸡腿就煮25分钟嘛，啊，煮熟之后再给它抹盐吧。这样就变咸水鸡的啊。咸水鸡啊，最近我也是很少吃鸡肉。那学家那天我就把两只鸡腿煮掉了，还剩下鸡翅跟鸡胸肉啊，我又把它冰回去冷冻。我一天一只鸡也吃不完。那个鸡很大的。对啊，那只鸡很大。哎，你跟子林有没有看连续剧、韩剧啊之类的？没有，都是看那个电影解说啦，或者是那个连续剧解说啦。你跟子林有付那个 Netflix 看 Netflix 的网飞啊？没有啊，我们看那个大陆网站就免费啦，他都是会偷那个奈飞的直接看。是。那你那个传过来的网站好像都不能开。对呀、啊，那个好像被锁区了吧？对。被锁区。我之前看的几个电影网站，他也是把台湾区锁起来啊。他后来找到这个，就是台湾区可以看。因为我传给你那个啊。那个什么货车司机的，在那个福利脸，都是 YouTube。啊，你有传一个好像是卡通的那个，就是上次你讲的，对不对？对啊，一个是那个货车司机的电影解说啊，还一个是那个卡通福利脸的啊。那个 YouTube 都可以免费看。YouTube。而福利连卡通还没画到完结啦，它只画到21话而已。是。就是在讲那个什么友情的小故事的那些的。对，他前面就是很平淡啊，他先介绍人物啊，介绍完五话就介绍完，然后五话之后才是那个精灵开始带他的学徒开始那个在那个帝国里面旅游。我、哦、最近刚刚玩那个《剑与远程》第二代，然后剑与远程、哦、就是它那个就有点像
放卡通，但其实又不是卡通，他那个是那个画风很精细，很像那种，也不是说童话故事，有点像成人版的童话故事，但不是色情的啦，就是很画风很成熟啊，很精致啊。对啊，他第一代就是以精致的画风出名，然后应该是不会太占手机的，因为它是可以调整手机跑得动的那种设定，因为它都毕竟出第二代了。那通常能出第二代的游戏，应该就是算是很成功的吧？对。那个是卡牌战斗，卡牌，也不算牌啊，是有一些那个游戏角色3D 的。还算不错了，还算不错了。10点，那你明天要送亚马逊？对，明天后天，对，明天后天 ，schedule 都签好了，对，他是用手机签，然后但是当然啦，要因为老婆她也有签公司的加班的名单，签星期六、星期日，如果他公司叫他加班的话，那我就马上取消掉亚马逊，因为我自己一个人送不是很大心情，因为那个手机如果运送状况有问题啊，要回报啊，其实老婆在处理，我有在学，对啊，但是有时候要打英文啊，去回报那些客服人员，就是老婆是比较专业、比较懂。对啊，就看了看了，嗯。啊，有啊，手机我现在是在玩那个多林国。哎，我每次学英文单字学到腻了。那个多林国我好像连续玩166天。哇，连续玩166，哦，很有毅力哦。那就去健身房啊，在那边走那个走步机啊，就一边玩。哦，不错不错，哇，很会利用时间。哎呀，像那个之前天气冷啊，也是懒得运动啊，他就坐在那个健身房沙发上啊，他多邻国玩一玩，再滑个手机就去洗澡。就去健身房，一个礼拜大概有3天都是只是去洗澡，剩下2天才会去运动。哦，
老婆可以吃饭喽。煎个鱼，辛拉面，煮，煎个芦笋，煎个芦笋，来煮，炒个番茄炒蛋，然后煮个红菜头汤。哇，那个红菜头那么超红，那个煮出来的跟那个血的颜色一样，鲜红色，血红色。他那个红菜头不知道英文名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那吃了之后，哇，不是红萝卜，不是红萝卜，是英文叫 bean。对啊，哇，吐司烤一下，然后再把吐司烤一下，还是叫天菜根啊？对对对，可能就是它是一整一颗圆圆，紫红紫深紫红色。然后它的叶很大，但是不吃叶，它只吃那个，吃那个。不知道这面包过期没有？那个不是也可以生吃？生吃哦，好像是哎，好像是，对啊。好像是，你有吃过吗？菜，你有吃过甜菜根吗？最近没有，应该有，应该五年没吃过了。五年没吃过了，没有再夸张。比较常吃的还是马铃薯地瓜、啊。马铃薯地瓜，对啊，那比较常吃。听说甜菜根好像是可以帮助肠胃去毒哦，还是什么？对啊，哦，对，因为他。老婆是很喜欢喝他煮出来的汤，对啊，因为他煮出来的是血红色，对，
竟然落里不开。对。哇，这么硬。搞错了，这洛璃现在没手还是怎么样？洛璃很硬，就是还没手的。哦，是哦。你们是放在冰箱的？啊，没有，刚刚从我妈妈买回来的。所以放在冰箱会熟。放冰箱就不会熟了、啊，要放在室温啊。室温啊。啊，对。那我打开来。大概就保鲜膜包一包啊，啊，它就不会变黑的啊。哎呀，真是麻烦啊。他那个洛璃就是那个头尾用手指可以压下去，就是手了。哦，他压不动就是还没手了。哦，那老哥叫我不要买压的太软，他说每次我们买那压下去软软，然后回到家里面都烂烂的。对呀、啊。我就说在马里兰做寿司的时候，每天工作就是要去捡那个洛璃，就要去检查每一颗压看看，压得动的就要放冰箱，嗯，啊压不动的就继续放在外面。哦，都是。当然也是要经验的、啊，我经验不足的买的不能吃，也要被老婆骂。因为那个压得动的，你还继续放外面，那它那个肉就会开始变黑掉了，它就会软软烂烂的。嗯，慢慢慢慢。还有那个做那个日本料理，剩最多的就是鲑鱼头啊，那鲑鱼头跟鱼骨啊，常常吃的就是鲑鱼头煮大白菜。鲑鱼头煮大白菜。对啊，员工餐啊。老美都不懂吃鲑鱼头。他煮员工餐的是大陆人啊。还有我说，哎，台湾来的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啊？他说他每天吃鲑鱼头都吃腻了啊。嗯，那你那时候煮什么？啊？
你不会叫我煮啊？我切小黄瓜、鲨鱼都来不及，我还煮煮开饭菜，开饭菜都是给大陆人煮啊。因为大陆人是负责煎那个牛排啊、炸虾子啊，都在厨房啊。然后我们那个台湾的都是站前面包售，哇，简直是开不了。那个纸我丢了，但是整个哇。对啊，然后室温放个两天就熟了。放两天呐、啊？那老婆没有？要先去吃饭。他们吃饭配电视哦，不然配什么？我也不知道干嘛、啊，不然你看我看你啊。最近就看韩剧哦，家里那个买智慧型电视之后。就智慧型电视都是有那个 app 的嘛，就是有 Netflix 跟亚马逊影片，对啊，啊就看看呢，看看 Netflix 啊，老婆喜欢看韩剧。哎，啊，你有看过那个《边缘行者》吗？《边缘行者》那是什么？它是那个电动改编的卡通，电动改编的漫画，边缘，它是电动啊 ，Cyberpunk 2077改编的那个动画。啊，因为很好看啊，很多人点赞啊，然后那个游戏还把那个主角的外套跟那个枪加到游戏里面去。边缘行者是边缘的边缘啊，行者是行、啊、行走行走的那个行走。对啊，我要去看看。它只有九集的样子，是漫画。动画、啊，哦，动画，还有游戏。好了，我先吃饭了啊。哦，拜拜。好，拜拜，有空再聊了。哦，好，拜拜。拜拜。